现在到第16届这个海峡论坛，非常的兴奋。现在大家呢在前面这个滩头这边拍照，欢迎。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。现在我们进到这个会场，进到会场。我们通常都会在这个地方拍一个合照。上个月刚见，是烦死。再踩一下。这个交流不是只有大家在那边看到老朋友很开心，而是我们可以把一些新的讯息、跟新的想法、跟见解，能够大家一起互通互融。他害怕的就是。我们更加的紧密，我们更加的知道一些事实的真相。三个，耶！到了这个会场进，耶！今年的人数还蛮多的。